不要怕，我是来保护你的。它肯定会叫的啊、哦，一抓它肯定会叫的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你看这条罐子上面有三只灰雁，估计我走过去它又不停的尖叫了。我走过去可能被他们警告。啊，开始发出警报了。哎呦，那边一只不知道什么鸟。哦，难道那两只是他的小孩吗？这只还不跑。哦，我看到这里好像有一只鸟，看一下是不是啊？哦，你看，屏幕中间那里有一只鸟啊，刚才我以为是翠鸟，现在看着好像是伯劳，然后它的鸟妈妈正在那里叫。你看，我又拿水库过来了。看它，我看它会飞了没有啊？可能会飞的。哎呀，会飞一点了，跳到鱼塘里面去了。我去，那只鸟还真的不进去哟、哦。你看那只鸟还真不进窝哦，在这里还没走，伯劳，你看小伯劳，吃肉的伯劳鸟，哇去，多漂亮啊！来挡住我的进水的路了。你看，我是从这里走进去的，小伯劳。啊，奇怪了，那鸟真的很怕那个相机啊！我架在那里，然后这鸟就怕过去孵蛋了，我要把它撤走才行。哎，我老妈妈，我老妈妈在叫。这下我该怎么办？把你抓起来，还是把它赶走啊？把它赶走，等一会它又会跳到那个水里面去哦。然后把它放到一边，看能不能抓住它，放到另一边去，给它的鸟妈妈带走了。大家不要伤害小动物啊，都要保护小动物。哇，它身上有蚂蚁耶，别怕啊，不要怕，我是来保护你的。它肯定会叫的啊。一抓它肯定会叫的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那我是来叫你的。哎，啊，来吧，换个位置。我也没有抓成它，它不停的叫，抓的我的手好痛的、啊。刚有一只吗？上面一只灰雁。这只喜鹊好像在啄什么东西。
哦，牛妈妈很紧张啊。来，你看那只牛妈妈好大哦，威武霸气。你看，它总是对着我的鸟，是想这样转过去的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威武霸气的这个嘴巴。来啊，来，走吧，走吧。我去，这伯劳怎么学那个学其他鸟叫的呢？啊，有它那个鸟妈妈这样看着，不会有其他东西来吃它的。我继续收我的这个，我继续收我的摄像机。